庙会是怎么弄？像我们开场啊，各位贤男信徒，大家阿曼大家好哈！啊，今仔是咱这个关圣帝君吼，啊，圣诞千秋千千秋哈，也今仔真欢喜呢啊！有这个啊，办着咱的这个初熬菠菜啊，大家尽量开怀畅饮啊，不醉不归啊！咱这个啊，不要酒烫功未够的吼，会啉的尽量啊，未啉的加强啦。啊，是是是啊，哎，对啊，咱这场吼，这哦，咱个吼关圣帝君的圣诞千秋吼，啊，咱地主来养社会哦，所给你答谢的啦，咱祈求四季平安，六条兴旺，金银满出。来合家平安顺时大发财，会当财源永路通顺，还金银财宝百面来，会当让你年春年年富年年赚大钱去，然后就出门西面有超过多少咧？可是，让你日日见财啦，拍麻将、珠峰、杠顶、兼满台吼，十三家好不能兼家赌，啊，后底包咧，你好财啦，四星财拢让你钓几牌，拢借你个心意来，拍一下谱啊哈，好啊。多集中疲劳组哦，哎，阿就开始就拉了呀，开始就拉，哎，譬如说，哎，这个歌星还没来，怎么办呢？哦，阿就讲一下 talking 啦，阿讲 talking 啦，哦，哎，对啊，哎，哎，今天是算吼关圣帝君的生日呢，是啊是啊，对哇，阿你要做主持人，你对关圣帝君你有熟悉无？那讲讲把尊神我较无了，啊是是，那较无了解啦，关圣帝君我就同了解，关圣帝君就是关公嘛，啊对对对对，哦，哎，那个哎，对关公历史我有学一下哦，当然啦，有研究啦，阿我问你。关公因到在倒位？哎，关公因到在关阿娘。哎，唔对啦，关庙啦。关阿娘是说伊咧大，关庙是大宝大个啦。关公大，关庙。对啦，关公娶大宝说伊拢唔知。我告诉你，关公因老爸什么人？啊，关公因老爸。嘿。关公到老爸。有老爸，是咱咩生关公出来哈？老爸。因老爸关云长啦。我老爸关。靠腰嘞。关公就关云长。关公你怎笑呀？关公就是阿爸，阿爸就是长辈，关公长就是关公伊阿爸对啦，哈，系啦，我讲问你，关公伊阿爸关公长，你无假骗啊？无啦，我是甲你骗得好朋友哈。啊，关公伊老母啥物人？啊，关公伊老，看他唔捌甲关公老母交陪过呢。啊，你唔知哦？唔知呢。关公伊老母就关世音啦，哈。关世音。系啦。关世音是观音妈呢？啊，唔是啦，观音妈是因阿妈，唔只做观音妈哈。伊阿哥一个阿哥做观音音啦。我唱歌啦，安尼好啦，无甲破你啦，我甲唱一个啦，唱一个关达拉美啦，好啦，按照啦，关公的歌吼，做关达拉美啦。好啦，这种情况咧就拉落去。对啊。接下来呢，就是那个马上要热门起来，就是选举秀哈。那选举秀，我们还是请 OB。OB 先请问一下那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第一招的礼貌。那选举秀里面是不是有很多话是不能讲？对啊，比较敏感。也不会啦，我们不分党派嘛，我们当艺人就是。无党无派无钱通买菜。今天好像说，哎，左中康找我，你是选立委，那我就讲你的话而已，我也不说他对手是谁，我也不讲。哦，不管就对了。哦，咱就讲各位建议乡亲时代，登记第一号。第一号立委委员候选人左中康，伊是一个非常实在、脚踏实地，为要为咱乡亲时代来拍拼个努力。希望乡亲时代将你上届宝贵一票、上届宝贵专家票，拢当转予咱的左中康，予伊顺利来高票当选，来为大家拍拼个努力。您讲好唔好啊？只要左中康来高票来当选，伊绝对会为大家来拍拼，为大家努力，拼死拼命。领导有什么代志拢当来找伊，你欠唔钱也找伊，领导无帮个借嘛找伊，拢当找我，我来帮他。太好，你谁借嘛找伊啊？这个就是效果，对不对？对，在现场的观众会笑，因为你要把那个亲和力拉过来。我们今天是来捧墨这个人啊，那我自己就改编了一首歌，比如说像土中康他。要选立委是，我就会唱那首诶《苏桂红》哦，《苏桂红》。托中康立委的选举，我拜托咱乡亲来支持，予伊做咱的立委，为大家争取福利。对啊，托中康做人真好气，谢谢。做事又搁阿沙利，拜托乡亲一定。爱邓火一，邓火一，邓火一，冷静冷静，你千万别算打到群里哇，打到群里赶紧有来，打到群里，因为我是两个字嘛，你刚才那个是陀中康是三个字嘛，那四季红两个字要怎么弄？会使加一个兄嘛？是
哦，孙鹏兄嘛，这样。孙鹏兄，市场的选举，转来中，请来支持，予伊做咱的市长，嘿，为大家争取福利。OK， 好，那我再请问，他如果是四个字，谁呀？四个字，比如说欧阳长青，例如啦，下一届欧阳菲菲，你不也选举？好看到。啊，给来几集，那难不倒我们啊！哎，阿哪一个嘞？西维斯·史特龙嘞。OK， 来，看，不要打。可以啊。西维斯·史特龙，史特龙，史特龙，那么死两次啊！还有这个你不能讲错，就是说他是几号，你要讲清楚啊。有时候遇到对方哈，刚好没有我们这个竞选团队过去，我们在上面拿麦克风，那对面也竞选团队过来，你不能因为只有我们两个竞选啊，你跟孙鹏跟陶宗康两个竞选了，你不能讲这边的司仪不能讲说孙鹏高票当选，这边人会赌那个哦。你要讲说啊，大家努力啊，大家努力就这样，你不要讲说他动算他动算，人家那个激这边的这边良性竞争啊。所以这个讲话，你不能像刚刚他讲说啊，咱顶起第一头陶宗康，伊是无动无派，无钱通买菜，卡达是第上个讲白菜话，只要来一动算，整个头就对愈来愈散，大家腰死唔通动哦，安尼死啊，你知？起码要提前。对，你有，比如在同一个选区哦，我今天比如说主持这个，但第二天我主持是对方。哎，不，没有，我这个我没有道德，这个不行的道德。因为同一个选区，我有做你，我就不能做他。你们两个，那如果他是选立委，你是选市长 ，OK 了，可以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们两个都是一样同选区的市长，那我占了你，我就不可能占孙鹏。这算是职业道德。对，但是我们都是好朋友的话，我可以私底下帮忙他调歌星。或是演员哦，晚会我帮你办了，但是我不能上台。对，我不能上台。还有号码也很重要，号码有时候你抽到号码不好讲，四号、四号、三号、加一号、四号，登记第四号，那就很难。你早算你四号，还要讲四号、四号啊，事事如意，就是还要避掉那个音就对，避掉那个感。六号、六号、六号，好像要浪哎，浪哎哦，落选的。对呀，然后还有一次选举更好玩，我跟娇兰阿嬷。好，叫阿妈站在旁边，那时候是帮我们董事长进，是，他是选立委嘛，啊也多咧共人拢放炮啊，放那个鞭炮嘛，啊即嘛，啊咱从个雄心的一票，咱从这个啊陶宗康上去，砸掉，上去欢迎好不？立法院的立没讲出来，靠呀我不得了，旁边你欢。因大个讲靠背，你欢迎我来头，不，欢迎我来头啦，因为呛到。那个陶宗康算了，喂，那个陶宗康三年欢迎后，那立没讲出来，你看看，立法院的立没讲出来，会有，对。所以说司仪他会紧张，刚刚做司仪的会啊。对。有一次也是啊，碰到一个司仪，他要请那个市长吼讲几句话，就让他哎来这么吼，那来恰恰这个市长讲一挂鬼啊话吼。啊。鬼啊话，七尾鸡啊，讲一挂鬼啊话。但是我在包这种选举，我觉得先把钱汇给我。你钱汇给我，我全部汇给歌星演员，我这样有保障。不然我告诉你，当选就好，没当选。他跑路，我们也跟着跑。接下来是更快乐了，快乐婚礼。今天这三位主持人是做热场的啦，而我是跟他们做反的，我是专门做冷的，就是葬礼那种。没有，我的场面可能没有办法像他们三位这么热，所以我拿一套。高大哥教我的那一套，好不好？好。天顶的菜脑塞塞，喜气洋洋笑嗨嗨，两夫妻事通人知，荣华富贵千万代。今仔日这对新郎，这对财主家人，真正是天生的对，地生的双。咱祝伊双双对对，万年富贵，永远爱好白头偕老。上重要就是爱早生贵子，尤其你来看，真正。查甫缘投，查某会水啦。尤其咱的新娘啊，真正内服腰束，脚掌我顶酷酷。这娶入门一定带财个带好。啊，不过咱新郎孙鹏蛮臭蛋的啦。新郎真正好体格，下暗一定足够小弟。
保证一年就生三岁，到时阵身体搁啊手抱者，钱嘛手牵者，坐搁伫涂骹面。咱祝今仔日庄家咧，早日双手抱双孙，互咱全家康啊无手好食薰，钱嘛无手好难滚。金玉满堂，子孙满堂，五世吉祥，五福临门，一日福，两日福，日日招财过进步，一日春两春，代代拢出着好子孙。我们再次给新郎新娘最热烈、最祝福的掌声。哦，厉害！这高大哥的，这全部都是他教你，然后你背下来。对，明白明白。背多久啊？记不记得？啊，背了一年多。你做过最大的结婚场有几桌？我做过100桌这样。100桌那个场面很恐怖。我这边最多了。对，你多少？1668桌。没结婚。你做的那个杨双武哎呀，李伟啊，杨双武，李伟啊，那个徐立伟。大寮那个徐立伟，高雄对大寮嫁女儿，我帮他策划的啊，我知道那个什么新闻好像有，对对对，1668桌，哦，那个场面真大，才会多啊，那个你帮他，等一下我帮他处理，我们这么新啊，可是那快20000人呢，对，快20000人呢，软硬体都，中破赛也要你找，对啊，那找多少中破赛啊？中破赛不是我找的啦，我是说那个节目还有硬体。照明设备。那我有个问题，1688桌，它场地已经很大了。对，你只有一个舞台吗？舞台只有。那最后一桌怎么看得到你？我每一个地方都有大荧幕。电视墙啊，是是，像演唱会一样，国际演唱会。对对，只要电视墙，现在都有了。所有政要都有到嘛。哇，1688桌，1688，那应该是台湾数一数二的大了哦。对，50个。中破塞啊！一人负责几道安尼，一人呢？你莫去讲，人要 ending 啊！你讲啊，一后摆人后一集袂叫你啦，你老实讲，莫遐搞话啦。啊，咱来就是要甲节目讲好啊，看收视率也在达到8位啊，还有天下第一位干掉。